败了，好快，这局好快，这局好快。路人，什么叫车子被偷开走没人发现，路人又搞笑，什么意思？玄坦不战车，这局超快的，五块认真在给我生气耶，你看五块说路人又搞笑，玄坦不战车真是愚蠢，五块真给我真生气耶，生气个屁哦，输一局而已，还好吧，我刚才没开赌盘吧。还好吧，哦，原来玄坦要战车。先输一下，等一下才能操盘。我选猪猪，啊，好想吃地瓜稀饭。我有时候早餐的时候会很想要吃稀饭，然后配咸蛋跟肉松。然后你们知道，就是去饭店，就是吃那种饭店buffet的早餐。就是如果你去住饭店的话，吃那种buffet早餐，它早餐都会有稀饭啊、馒头啊、咸蛋啊、荷包蛋啊、水煮蛋啊那些给你选。然后或是会有其他小东西，但我每次通常都会吃稀饭。我没有到超喜欢吃稀饭，但是就是去饭店的时候就会很想吃稀饭跟烤吐司，然后烤吐司要配草莓蘸酱。我现在忽然好想吃稀饭，好想吃地瓜稀饭。你们有吃过新叶台菜这家餐厅吗？ Thank you. 还有枣子条，枣子条是什么？ Well, hello. 枣子条是什么？ Attack commencing. Capture objective A. Barrier initialized. A. Falling star.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什么都没抓到。